我觉得在 U Music， 小朋友学音乐，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而且我觉得孩子来到这边，他们是一个很，他们会很快乐的去学习。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那个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到他们身上了。来 ，Watch me， 看着我 ，OK， 来，棒棒棒，棒棒棒，耶！Family Time 是我们特别为二到四岁的幼儿所设计的音乐课程。这个课程里面总的长度是45分钟，然后孩子跟家长一起上课。那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用各种不同的乐器，还有各种不同的小孩子喜欢的材料，透过很创意的方式来带领大家进入音乐的世界。很谢谢王老师提供这个音乐的环境，让小孩子在游戏中学习音乐，那很开心。Patrick 很期待每个礼拜五都有音乐课的来临。那在音乐课中，他学习到好多音感，很多的活动，很多跟小朋友相处。很喜欢在王老师这边上音乐课，因为在玩的时候就可以学东西。然后像我妹妹 Charlene， 她去那个 mall 里面逛街，如果有放音乐啊，她有时候会跟着哼，或者是她就会律动他的身体，然后每个礼拜他都说要找王老师，希望借由这个 Family Time 的课程呢，将音乐带入每一个家里家庭环境里面，然后让你们的音乐呢就变成是一个很自然而然每一个家里都有必要的东西，然后亲子之间呢透过互动还有老师的带领呢，可以一起唱，可以一起跳，一起做律动，甚至于认识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还有大自然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呢，小朋友呢很高兴，很自然，很喜欢的，非常很自然的就启发了他们的潜力，对音乐的兴趣跟爱好。第一次上王老师的音乐课的是在王老师的一个 guest class， 他第一次上这个音乐课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上了两个 semester 了，每一次星期五跟他说要上音乐课，他都兴高采烈的直奔向汽车，然后坐上他的 car seat， 并且自己扣上安全带。那二到四岁的孩子呢，通常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有45分钟，然后家长跟孩子一起来上课，那家长也透过这样子的课程陪同孩子一起上课呢，也可以慢慢渐渐的透过观察其他的小孩，然后进而更了解你自己的孩子，他的性向啦，他的兴趣啦，他好的地方啦，他的特别的长处等等。但是我觉得后来开始上王老师的音乐课以后呢，是有一些不同，他在节奏然后快慢高低音好像有更多的一些体会。我觉得可能小孩子，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强加进去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教学，好像让他慢慢的唱一些歌啊什么，音就更加的准了，所以我觉得跟其他的一些音乐课比较还是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我们有在这边上差不多两个 section 这样子，然后他有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他 学完一个semester 之后呢，他就会唱很多歌。 U Music Press 育音音乐教育中心呢为了要让每一位家长呢更了解更这个课程，我们几乎呢在每一个学期呢都有一个 guest day， 这个 guest day 呢是由小朋友或者是其他有兴趣来参加的朋友呢一起来跟我们的旧朋友新朋友一起上课，来体会音乐的兴趣。那这个 guest day 呢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上网查询或者打电话给我们，你就会很了解到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有开类似这种 demo 的 class， 那这是一个免费的体验课程，希望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王老师音乐课好玩吗？王老师音乐课好玩。你喜欢吗？